各位市民朋友，我们要开始第三波第三梯次的这个疫苗接种，在星期日下午两点开始到八点，还有礼拜一还有一天是八点到八点，凡是在台北市居住满七十五岁，原住民是六十五岁，并没有管你的户籍是不是在台北都可以上网登录。我们打疫苗的时间是六月二十二、二十三，有预约的优先嘛如果没有接种的才是六月二十四，应该是还是有预约的优先打的拜托大家还是用预约的那个时间你可以自己选他也会马上在简讯跟你通知。拜托大家准时来就好，就不用排队。我们医院这边也方便因为我们都可以准备人、准备器材、准备疫苗，动线都可以弄得好好的。下午两点，七十五岁以上开始登录，我们这是第三波。好，谢谢大家。